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款我们的新满镜，好不好？听一下现场的反馈怎么样？好，来这款，请站着上脸试一下。啊！哇，听到大家这个非常热烈的尖叫声就知道了哈，戴上脸之后非常的好看，哪里来的大学生啊？非常的有这个书生气息，书卷气，非常非常的捧场了，谢谢。对，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是新曼镜，那它的型号是 MX3001。那它跟前两副不一样的是呢，它是一款光学镜哈，那同时也可以来做这个配饰的一个穿搭，也是一个很好的单品，对不对？那在这里真的要感叹一下，真的站站上脸是不是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帅？那你们更喜欢哪一副？太会了，真的。好了，那不得不说，我们三款眼镜呢都会带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而且我们三款新品呢都有不一样的名字、不一样的讲究，然后其实听起来都很浪漫。那我们这款是叫新曼镜，一听就是非常有浪漫的感觉，而且有一种漫画的感觉。站站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百搭的一个框型了，而且我自己平时在生活里面我也会尝试去佩戴一些这种黑色镜框的眼镜，可以修饰一下你的脸型，然后也可以掩盖一下你的疲惫感，所以是非常的百搭，而且的简洁有细节。是的，它有非常多的场合都可以来用它。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把经典款做好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哈。所以我们的新曼镜它其实呢就是一副经典的黑框眼镜，但是它有满满的细节跟这个设计感。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低型的这个大框是非常的有潮流感的。站站戴上去之后，对什么样的感受？对，我觉得它跟普通的黑框眼镜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我注意到它的这个镜腿是双色的设计。对，是的，有注意到我们这个细节哈。我们这款镜腿是采用了当下特别流行的这个机能风，然后刚才站站也注意到了，它是这个透明色跟黑色拼接的设计。那在镜腿的内部结构，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可以营造出一种这个晶状质感的效果。这个细节的处理真的是可以打满分。而且镜腿里面内嵌的是金属的这个插芯，是非常非常难的工艺，而且非常的精巧。同时它在美观上呢又有性能的加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站站你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镜腿其实是有弹性的。对，没错，这样的话镜腿其实不容易变形。是，对，它不容易变形，而且也没有什么